嘿、hey, 我是 MB 大雄 March Bear， 今天要开箱的呢是假面骑士钢烈疾风。让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长怎样吧。钢烈疾风这个呢也是魂商，只要有这个盒子呢都是魂商店订购，就是限定的咯。买不到的话可能就会稍微要加点钱来买才买得到了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它一盒里面会有两只呢？因为它是双重形态，可以变成这一只，也可以变成这一只的一个树体。让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长怎样吧。这一只啊，漂亮到阿勋觉得说可以买两只，可是呢，因为价格太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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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呢，买不起两只。也不是买不起啊，应该是说爱不够，没有到这么爱。如果是电王啊，大雄就直接一次买两只。哦，对啊，大雄的电王一次就已经订两只，好爽哦。哇、哦，那盔甲感做得很好呢。盔甲感做得很棒呢 ，Jesus， 那盔甲感怎么可以做那么好啊？从外盒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它很棒哎。来看一下，快点，开喽。OK， 上层呢就是一堆手手，然后还有本体。来看一下那本体长怎样啊？本体看起来这样远看有够帅哎。我们这个配件先放旁边，那本体也太好看了吧？这个盔甲感。然后这个头靠腰怎么那么帅啊？可动呢，就是很基础型的 SHF 的可动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大突破。所以大雄呢，主要就以造型以及那个变形的程度呢，来跟大家讲一下造型。这里还不错，这个肩甲这里还不错，头的可动度有点悲剧，因为这里有点太铁了，这一块卡住了它的所有可动度。不过呢，转头是还可以的，只是上下的话就有点聚聚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最重要的造型吧。那盔甲哦，好多东西要拆 ，Oh my god！ 它说明有这么多东西要拆哦。它这里还是可以转的，跟石王一样。那这一次的表头这一块有稍微做好一点，只是这一块是一样烂，这没救了。那好，这边也是这些都没救了。就这样吧，没关系，反正至少它本体造型做得不错。尤其是呢，它的大腿的部分呢，好像有跟那个伏魔石王一样，就是做成比较粗的腿型。这种比较粗的腿型呢，就比较不用怕 O 型腿，站姿就会变得很好看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不要再像石王这样，就是故意做一个有凹型的腿，然后搞的就是站起来都很僵。就这种有凹的腿，真是站起来都很难看。他直接做这样子粗腿，这样萝卜腿这样站起来就超好看，因为他假面骑士的那种站姿的。姿势呢不需要有任何的凹度，其实这样就超级好看。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哇、哦，好多东西哦，这价格也超高的啦，我已经忘记多少了。很久，这是一个不愿意再回去回想的状态，而不是真的忘记。然后呢，它的拆法呢就是胸口先掰开嘛，哦，等一下啦，我怕它凹断了。哦，好好好。它这一根很突出欸，我就不小心就凹断了，腰束骨了，太危险了吧。头啊，好可怕哦，它这个其实很小一块，这一块超危险的。我撞到自己脚快抽筋，因为脚一直很用力，感觉很可怕。哦，终于撞上去了。太难撞了吧。这样子的话可以做成一半变身的感觉。半块。哦，翅膀期待。这个鞋带是拆后面直接这两块装上去，我觉得变形很好啦，因为一只可以玩两种模式。只是我觉得这变形也太危险了吧，救命啊！整体感变形完以后还蛮好看的，它的身形跟它的外形，整个有把它的剧情中的一些比较不好看的，像泡棉胶的部分啊，或者是用那种塑胶块的部分啊，把它给。做成这样子比较金属感、比较盔甲感的感觉，比起在剧中的表现呢好非常的多欸。要不然我真的很怕说收到的时候会很像那个剧情中的样子，就是波罗波罗波波烂烂的感觉。哎呀，还有这一把武器呢。这一把武器的话，要把手拔掉，然后装上另外一只手收。那这一把武器呢有两种形态，一种呢就是直接就是锯子，然后勾勾是往内的这样。然后握起来就可以变成锯子攻击，像一只小小的锯子的样子。而且它好处是它还可以顺便把这个表头呢给藏上去，
上去以后就可以蛮帅气的，就是变成是新武器，而且他因为给了两个，所以呢更棒。而且呢，其实他这个啊，这次腕带啊这边没有做好，所以呢这个少了一个颜色。然后他官方有写说，订购的人就是之后还会再寄送到家里。那为什么大雄会新开呢？因为这一只是魂商的话，台湾魂商，大家如果有人在订的话，请记得在收到几天内呢，记得要开箱玩。然后如果说瑕疵或者是有缺损之类的，可以立刻向官方反映，然后官方就会立刻帮你处理。不要像大雄上一次开阿轩的武装重奏一样，拖太久，然后出问题缺件，可是已经太久了，所以官方不会理你哦。然后就是你如果收到的话，就尽快拆封，尽快回报，要不然就会像上一次也发生悲剧。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种形态的武器吧。刚刚我一拔开它全部散掉了。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把它拆开以后这样装上去，就把武器的前端往上装，把那个09往内装压进去，然后它那个09就会显示在这一块这里，它就会变成是外面爪子，就是疾风的爪子攻击的形态。OK， 那大雄呢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展示一下说它的可动啊、造型啊、外形啊，以及它变身的状态。那接下来呢，大雄就会做一下旋转台，然后展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只可以摆出哪些比较帅的 pose， 或者是比较大雄喜欢的 pose 啦。因为有的时候大雄摆出来姿势，大家都说摆超烂的，请记得留到最后看一下大雄摆的 pose 哦。如果喜欢大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大雄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。那如果你也是喜欢买魂商系列，或者是假面骑士系列，还是说你对于这种模型类的有什么疑问想要问大雄的话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大雄就算不懂，也会帮你问朋友问得一清二楚，没有错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